为什么选择了 hiphop？ 你可以选择自己的方向，不用随波逐流这么去走。既然择日不如撞日，那就选择今日启程，发动了青春的引擎，在无尽的工作进行了驰骋。一个人独立支撑一个还不够完整的梦，编写鲜为人知的故事，哪里会有人去做考证？直到我遇见了想要搭车的朋友，邻居的兄弟，一路上谈笑风生，共患难，经历着风雨。人生中一大快事，能够结识交心的知己，哪怕其他人的眼里我们也变得不可理喻。他为什么选择了 hiphop？ 是因为他真的就是喜欢这东西。我觉得不能用言语去表达，就是听到这个节奏，然后听到这个伴奏的时候，他的热血就那个血液就蹦起来了。我们更喜欢讲故事，让大家回到，我就进入到我们的故事，其实也是他们的故事，进入到你身边里面。所以我们真的觉得这是一个最直接的办法，扎入到你的心里边。所以我们喜欢说唱。关于青春的节奏，一种特殊的结构，超过所有人的想象，就像大鲨鱼的重扣，内心的热血像火山一样在爆发，青春大爆炸，我们还没有被老化，启动你的能量，现在唤醒神兵尖叫，带上你当初的梦，把青春全部召回，请马上。起身离开那张慵懒的沙发，把自己完完全全的暴露在天空之下。我们尽情的享受，然后尽情玩耍，全部那个充满激情的自己不再去放下。无论严冬还是盛夏，风吹还是雨打，我们的青春不会再一次倒下，不会再一次停下，不会再一次害怕，至少时间的尽头不会再次离开它。把青春有过的日子让我们珍惜吧，关于青春的队伍它在不断的壮大。关于青春，我们就激情四溢，关于青春，烦恼回到了单纯，关于青春，有人我们都不是。关于青春，我们依旧激情四溢。关于青春，我们依然热血沸腾。走过了烦恼，回到了单纯，关于青春，有人我们说过我的故事。我们永远是活在艺术之外，生活之中的。对，我们不是艺术家，对，所以我们就是把自己的生活说出来，然后可能有成千上万人有跟我们有共鸣，因为这个我们的故事就在大家身边都一样。这只是一个开始，我们还在路上。